是我干的，不是你干的，不是你干的，站起来干啥啊？是不是有病？你才有病呢！说谁有病？你有病啊！你干什么？告诉李秋哥整我呀？李秋哥整我，我就整你家香秀，怎么的了？一半还一半。我现在我告诉你啊，在我李大果这儿没有一半还一半了啊！你处于什么处境，你知道不？什么处境啊？怎么的了？我要打你！哎呀妈呀，打谁呀？打你怎么的？打我呀！哎呀，打我打我，我能怕你吗？我呀！啊！喂！哎呦我去了呀！哎，跟我斗鸡呀？啪啪的，怎么事儿呢？你敢动武是不？还臭不要脸的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让你知道我李大果的厉害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李大果没两下也不敢三伏天穿羽绒服。我告诉你，我咋不热死你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妈，瞅你拿这玩意儿咋的？你能不能拿个展开点的？别管展开不展开，别管大小，你上来。来来，我的妈，我是学法医的啊。我明白，我要先动手的话，我没理。我让你先出第一枪，激我呢是不是？是激我呢？我能上你的当啊，小计谋啊！我亮你，你也不敢。你妈敢不敢咋的？你俩干啥呢？你问你老爷们儿怎么的了？咋的了？就是有没有大的给我找一个？没有了。那算我点儿背，走。来，我认为。这玩意儿有点小，我有点吃亏。有点吃亏。你俩干啥呀？要打架别打了。王天来，有能力咱俩不拿武器的，咱俩空手打。空手打？我放下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放下？放下！我能怕你？来，空手打！来，你俩别打了，别打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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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了！来人了！来人了！你俩别打了！来人！来人了！小安，你大娘来了。大娘啊！哎妈，大娘怎么太年轻了啊？小秀，给你拿凳儿去。我告诉你，你大娘来把你救了，要不然你废了。我告诉你，大娘坐。哎呦妈呀，我现在我看病啊，完事我再搭理你啊。哎呀，咋着大娘啊？嗓子疼。妈呀，嗓子疼啊！来，嗓子我看看来。啊啊啊！我等你。吃这个啊，哎，慢走，大娘。慢走啊。哎呀，你俩干啥呀？大果，别打了。大娘走了，来，别打了。来，你打来。怎么打？怎么打啊？怎么打？我认为刚才那么打不好，不好。怎么不好？我认为那么打我有点不公平。不公平啊？嗯。哎呦妈，怎么公平？你说怎么公平啊？说实话，王天来啊，我认为怎么打公平？咱要打仗的话，咱就这么打公平。哎呀妈，是啊啊！来，哎呀妈，你看看这公平不？你看看啊。干啥呀？啊？干啥？行了，别打了，你俩。李大果，来，我让你欠欠的，你就是欠灯，你知道不？你就欠灯。来来打来，我告诉你，王天来，我不是怕你，就是我现在我不想打了，你妈不想打了，因为我没有激情了，我怕我媳妇儿害怕。干啥呀？是，别怕别怕啊！那你媳妇儿害怕怎么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再者说你回头看看呀，啊，外边老走人，我告诉你说一走人看着咱们打仗不好，对不？妈，你唬谁呢啊？万一你扎我咋整啊？你回头看看，我不扎，我放下，回头看看。没进屋，没进屋，没进屋，有没有人啊？是不是有人？是有人，有人能咋的啊？来，香秀，你给我出去。啊，没事，女人在这不方便，知道不？干啥呀，你俩？你赶紧给我出去。媳妇儿，你不用怕，我就跟他唠唠，咱不打，就真打。我说实话，我打他杀都不成问题。大姑，别打了呗。媳妇儿，你回去，没事，你俩干啥我跟他唠唠啊，就他那小样。别打了呗。没事，媳妇儿，你走。你不放心我吗？我这体格啊。别打了。没事，媳妇儿，你走你的，啊、你走你的。你小样，我告诉你，王天来，有能耐开始打。打。要这么整的话，我没法玩了，我呀，兄弟，啊，哥求你了，行不？咋的了？你放过香秀吧，行不？哥，你只要不让你秋哥整我，我肯定放过香秀，你就放心吧，哥啊。
你说你老在卫生所待着，你咋能让哥放心呢？啊，你一天不找对象，哥睡不着觉，吃不好饭呢。不是，哥都瘦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哎妈呀，打第一天我见着你就这么瘦。哥正常一个月应该长20斤分量，你说到现在你来仨月，哥没长，那不就是瘦了吗？再说你瘦不瘦跟我有关系吗？兄弟，跟你有直接关系啊？啥关系？哥，咱俩站起来说行不？兄弟，你先站。别，你先站起来。不是，咱有大有小，哥。兄弟，那我先站起来吧。兄弟，你坐下。兄弟，啊，哥就想问你一句心里话。啥话？你都喜欢什么样类型的？完事哥帮你找。你就喜欢模特，哥都有人。我呀，我有我的内心标准。辽宁卫视你看不？呀，辽宁卫视看呢。兄弟，那个主持人。长脸呢？我不好那口。啊，那谁？秘密。喜欢秘密啊？啊，哎呀妈呀，我老喜欢老喜欢，可稀罕了呢。兄弟，你太会选人了。等我去给你摆。没有哥，啊，谢谢哥啊。没事，你受累了哥啊。没事，你坐着。我哥，你太给力了。哥满足你。哎呀，还玩了。秘密，出来。现在哥有个事儿，咱村那王天来呢，他就喜欢你，黑的白睡不着觉，啊，就想你呀，一闭眼睛就想你。你拿过就假的哈，跟他处两下，把我这个场圆到过去。啊，你们小品演完了吗？啥小品？你们刚才那小品演完了吗？哎呀，对，没啊。没呀。你傻呀，李大国，我不还相秀吗？你要把我推给谁？哎呀，对呀，推给谁呀？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王天来哪有这么玩？